停职大队，请专业的停职先生 ，How's your shop boy？ 哦，他站左边，左边，哎呀，哎呀，就是右边呐、啊，避过小龙。因为那个吧台下面只有一支管子，但已经紧的挂了。哎、，Don't stay there, OK？ OK, Judge, one, two, three。好，我们恭喜小龙人的羊奶晋级到我们的决赛。